这是要送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美女，我要让她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于是特别用心，又写了一首诗，可甜亦可咸，清香加美颜，对她真的很美，叫人忘不了，又美又辣又感受。主播太值钱，总是一大堆的铁粉跟着她呀。大家看出来了吗？来，一样要盖个章，平衡一下画面。是可心教主哎，她超美，关注她。这么娟秀细致的字体，要送一位非常讲究、不美会死的艺术家朋友。他的个性非常纯粹纯真，大巧本天真，像变魔术一样，他可以将任何的空间赋予主人的风格和灵魂。他开了设计公司，还帮陈美凤设计房子呢，做美新人和。他的美丽魔法最近延伸到了西门町红楼后面的一栋老宅，取名叫花甲1962，吸引着好多好多像钟子期那样具有慧眼的伯乐之音纷纷慕名而来呢。子期至花甲，都像才华洋溢又喜欢白鹅的王羲之一样，快快乐乐的一起写书法吧。亭亭咏白鹅，他的公司名字叫做大作，创造这么棒的花甲，谢谢你大作子亭。